跳得真好啊，真是不错。是啊，跳得真好。对。同学们，华尔兹就是这么简单了。站起来，我们来一起来试一下。找好自己的搭档啊。好，把架型搭好。我们先来练方步。男士的手要握成弧度，放松。女士，大拇指。你俩靠这么远怎么跳啊？靠近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半边身体是贴着的啊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。慢慢练习啊，再走点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肚子能不能小点？根本跟不上。好，出门可以换第二个旋转动作，练习一下旋转动作。是一定要有这个指标啊。推开，把手推开。好，女生看着手指 ，OK， 转，一、二、三，抱腿，转 ，OK， 转，上下。你真该去健身房好好锻炼锻炼。是你体重又重了，好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锻炼不能光练肌肉，得控制体重。那就怪我了。哎呀，你踩我多少次了？你都把我踩残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教学内容就到这里吧。回去以后大家抽时间再练习一下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明天加油。加油！